FalseOne 是一个 Web 3.0 的基础设施平台，在 FalseOne 平台上集成了存储、分发、检索、计算的一站式服务。FalseOne 构造了一个全新的订单竞标市场。作为一支来自加拿大的顶尖 IT 团队，致力于为全世界的用户提供最优质、最便捷的平台服务。全球的存储提供者和存储使用者在这里一起构建了一个无国界的点对点数据永久存储交易网络。通过使用 FalseOne 的平台，即使远在欧洲的用户也能够将存储和计算任务准确无误地发送到中国的存储计算节点，实现全球范围内信息共享。在 Web 3.0 时代，整个存储板块龙头的 IPFS 网络引领着全球万亿级的存储市场。 FalseOne 作为 IPFS 生态的先行者，率先提出了存储订单竞标的里程碑式概念。我们积极创新，站在科技前端，促进线上数据存储交易变革发展。 IPFS 与 FalseOne 结为战略合作伙伴， FalseOne 的用户享有全新的 IPFS 服务体验。基于全球数以万计的 IPFS 网络节点， FalseOne 的高速缓存服务提供了完美流畅的数据传输体验。使用 FalseOne 的平台套件用户可以轻松一键备份到 Falcon 的存储网络。同时， FalseOne 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计算市场。通过以太坊的智能订单服务，用户可以在 Falcon 的网络上同时享有热存储和计算能力，将 Falcon 的计算设备能力十倍放大。在云计算与大数据时代， FalseOne 在流量转发中生先示众，得益于和 Falcon 生态团队 Mile 的紧密合作。 FalseOne 提供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 CDN 流量分发服务，通过 Falcon 遍布全球的数千节点，为用户提供了任何一家云计算公司都无法比拟的 CDN 丝滑体验。 FalseOne 是 Falcon 生态的建设者和贡献者。 FalseOne 先后帮助 NFT、AR 人工智能生态项目获得 Falcon 基金会生态开发基金支持，开源贡献了大量应用代码，捐赠支持了 Gitcoin、Dora Hack 等著名的区块链赛事，成为 Falcon 生态的坚定支持者。自2018年起， FalseOne 历经三年开发，自太空竞赛起参与所有官方重要活动，拥有 Falcon 全球大使加盟，在全球范围内协助存储提供者和生态开发者登录 IPFS 以及 Falcon 网络。自从诞生的第一天起， FalseOne 就获得了各方的广泛关注。2020年10月，在 Falcon 主网上线周第一次展示计算平台和发单的概念设计。2021年3月，获得 Falcon 基金会的 PB 级数据传输开发者奖励。2021年5月，获得官方的 S3 兼容存储开发者奖励，正式进入 FS3 的业界集成工作。2021年6月，正式获得北美公证人席位，为企业提供十倍算力真实数据审批，并于2021年7月受邀参加 IPFS中国 AMA 首发嘉宾。 FalseOne 携手与各个生态合作伙伴、政府、大学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打造开放共赢的云生态。团队多次获得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自然科学基金会关于区块链研发拨款和支持。团队同时也与海外知名大学合作，如加拿大的麦吉尔、康考迪亚等大学部署高性能计算项目。团队荣誉合作伙伴包括不只限于 Microsoft、 惠普、戴尔、华硕、亚马逊、 AWS 创新支持以及 NVIDIA 加拿大云计算供应商。 FalseOne 自上线以来已处理数万订单，活跃存储服务提供者千余名。
Faircon 官方 Minor X 成员鼎力推荐，并多次在 Slingshot 大赛开幕式作为优秀团队展示。我们坚持提供领先的 IT 解决方案，营造良好的科技生态系统，成就客户商业价值。